这一下。儿子，儿子啊，太痛了，啊，多痛啊！儿子，多痛啊，多痛啊！家人们谁懂啊，早上老婆工作了，因为过预产期两天，心里有底就今天了，但没想到这么快啊。哭了吗？没哭，但是好怕。我夹不住他了，他都逃下来了，老公他出来了，老王他李梅，李梅我看到了啊，拜托儿子你再撑一下。儿子，儿子啊，看到了，儿子我看到了，直到现在他们才哭，才惊觉到要让二宝哭出来。这夜是到渐渐最后一个红灯，我感觉特别的漫长，心里也相当着急，只希望二宝能赶快哭出来。你终于哭了，幸好母子均安，这种在电影里才有的情节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